家里的要开水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完成最简单的，先熟悉烫面的全烫面面团。确定在调味的过程当中，第一道的手续是加麻油。麻油加下去，每一个菜的那个湿度差不多都调匀的，沾到麻油之后的话，烫面面团是可以用蒸的，可以用煎的，可以用烤的。